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宝啊。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一晚上，把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服务主持。住宅方面的代志，这部方面无清楚、无了解，来6338601 6338601。提醒咱所在好朋友吼，咱今日所讲的内容，明仔呢透早4点至6点，上午呢8点至10点，这是咱的重播时间。网络收听有问题，再个卡电话来问。好，我们4100上线了，我们接一下。4100你好，哎，你好，哎，老师你好，宝妹你好，哎，宝妹，哎，给你个建议吼，你都没有广告说吼，哎，请听友吼，假如说从听那个 YT 有没有哈？听 YT 的时候哈，把广告哈要听完，嘿，因为你广告听完的话，那个 YT 有广告收入的话，你们会有广告收入。那 YT 的话，会有收帮你们，哦，我知道 ，YT 就会帮你们推播。哦，好，嘿，好，因为像我有订阅你们，对不对？嗯，啊，前阵子你们是不是都有直播嘛？对不对？是他就没有推播给我，我就觉得很奇怪。嗨，啊，我有听到。好，我以后要跟大家说要订阅，是不是？好，是我知道。是说你在听歪，你在听歪，我知道在听那个，顺便要把那个广告听完。哎，对，嘿，嗯，是的，我比较激活一点。嗯，没关系，好，好。还有，老师，我请问你一下哈。因为，我这次是土拔苗，对不对？啊，我那个苗床是不是，要之前刚种的、刚用的时候，是不是苗床有撒菌跟菌？啊，我今嘛只要土起来了嘛，啊，菌跟菌刚够的，够的菌呢？嘿，啊，还有一点呢，哈，还有一点就是说，哈，我这次的田呢，哈，因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哦，我还惨哦，爬个巴也就丢了啦。嗯，这样子我很满意。可是吼、哦，就是有个缺点，野果吼走起来，野果走起来就是他搞崩啊吼、哦、啊，所以我这一次我这届是无伫固定吼、哦，先压迄过磷酸钙，再搁请天以外来胖鬼没有啦吼、哦。啊，老师，我讲这样子的话，因为以前我都会先撒过磷酸钙，再用天然化碳轨啊，这次没有。那我以后钙这方面的话，我要怎么补充？嘿，好、哦，嗯，好好。老师，这样你听得懂吗？可以吧？老师，还有一点呢、啊，哈，老师，我那个，因为我从今天开始种嘛，然、后、我跟我先生两个自己种啦，啊，我就是嘿，怎样哦？我有进嘿。浸迄杀菌剂就对了啊！我会当泡的，我明天可不可以继续用？嘿，好、哦，谢谢你，嘿，好、哦，再见，来，这个首先先讲一项啦吼，就讲、是、其实比如讲利用这个菌根菌的时阵吼，利用这个菌根菌，那么伊即个菌吼，有可能会伫土壤内底吼，有可能，但是大多数真伊真正有效，过来伊若是要大量的即个繁衍的时阵吼，即个菌是爱含做物的菌去做伙吼，所以啊，理论上来讲，伊大多数的即个啊菌呢，拢会伫伊的菌的即个附近吼。啊，总讲你家挽起来，伊若是菌根菌会留伫即个土壤内底，最主要是迄、那个。伊含幼菌做伙有一部分，当然咱无可能烤起来，无可能全部拢烤甲足完整的嘛吼，所以啊，这大概呢是有这款呢一个情形的嘞。那么应该伫有呢，这个土壤内底吼，这残存的较少，多数呢啊，伊有诶含菌去做伙吼，这有伊的一个效果吼，但是。啊，至于吼，因为你甲烤起来，通常是无啥挂土吼，啊，话讲安尼菌唔是啊，啊无伫土内底，啊，这菌其实这菌根菌，它有可能伊个菌丝啊是虾米已经侵入着伫伊个啊含菌去产生这个共生啦吼、啊，所以应该还是有这个效果吼、啊。但是至于啊，你也是讲
有偌大即效果，即咱是阿妈去做过即个试验吼，所以应该你有用过即个经验吼，你会当观察看卖一下安尼吼。那么即通常是即款的即款的即道理啦吼，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讲应该是无啥要紧吼，所以讲你当尝试看看吼，家己看卖，因为安尼总是较方便。啊，菌跟菌吼，伫即个。并讲肠啊好啦吼，是讲韭菜吼，韭菜花吼，即个许咧伊上好的效果呢，即拢是即个血盘苗，然后即我感觉像伫台湾咱咧种吼，像种即个韭菜种即许，即马像伫大陆我看到的吼，包括种芹菜吼，因咧种芹菜，唔是一种西芹吼，一种迄个咱咧食迄种。较接近芹菜农啊啦吼，伊种伊个品种就是，含咱传统迄种煮汤咧南的迄种芹菜较无同，看伊较接近芹菜农啊迄种。啊，伊种品种吼，因甚至咧种，我看伫山东即只只，已经含咱台湾同款啦。咱台湾是毋是请即、這个比如讲你若是要种大陆妹吼，即湖山莴苣吼，你要种即、這个意大利罗曼的时阵吼，即通常你甲知影怎样叫，伊会甲你问讲。一般那是种迄，通常拢已经是挂工来甲你种，种好交互你安尼吼。我着几分，我着何几种几丛，还是安怎？大概迄个量，因着挂工甲你种好。伊着知影场，着安排工。你当时要种好，啊，甲你约个好势。伊即摆人，你种地爱整理好，伊着落去，啪啪啪啪，伊着切切。迄个种足紧的吼，因为种茂的吼，所以因通常。即、这个足专业的吼，即通常是伫台湾安尼种，啊，即马伫大陆咧种即个芹菜吼，也是讲种即个韭菜花吼，因即马嘛是安尼，就是讲我本来要种芹菜，要种韭菜吼，我甲你电话甲你约个好势吼，因就派人来甲你种吼，即包括栽啊，包括即、这个吼看你看好势，爱就来甲你种机器吼，因为移植机世代。噗噗噗噗噗噗噗，一直过哦，真紧哦，这个正经的。即马，较早讲大陆工真俗哦，即马大陆呢，工是无贵，但是你根本是叫无人哦，就是讲你有钱，你嘛是请无人工哦，所以这是咱未来咱嘛是会去面对的这问题啦吼、哦，所以未来这种血盘苗的这使用，这应该是一个可能渐渐会伫这市场上吼。会逼得被接受，比如讲较早这个各类菜像咧用在咧，都嘛去对吧？要来种啊，就是靠栽啊，靠起来啊，就是底下种土拔苗。即嘛，虾米人咧用土拔苗种各类菜？虾米人要用土拔苗？不爱嘛，一定是血盘苗。这时代这进步，那么未来这个种各类菜可能。一定有这个血盘苗也配套一种移植机哦，不一定爱大台，不一定爱像国外遐呢，比例薄薄还还有，但是伊总是有小台啊。啊，这种可能是真贵哦，这大家挡袂掉，但是未来呢，这是一个趋势啊，哈、哦，这个趋势本来就是伫迄个所在哈啊，所以这里在当我咱好朋友呢，小做一个了解点哈、哦，这大概是安尼一个道理哈、哦。那么，另一个就是讲迄、那个。咱土壤内底吼，你用过磷酸钙其实上重要吼，唔是讲要让伊有迄个补钙啊，是虾米款哦？那个效果其实是真有限啦吼。那么伫咱台湾，其实咱土壤内底永远都不缺钙吼。咱我也唔捌伫即种土壤内底去测到讲伊缺钙，吼，伊拢是迄个钙的一个。有效性足低吼，比如讲伤过头酸啦吼，还是种即、這个乙烯酯伤过头悬啦吼，等等，去造成伊个钙即个有效性真低吼，即最主要是即个道理啦吼，所以应该是即款呢，即个原因啦吼，所以即种有效性的即个问题是加油，所以你根本唔免去考虑吼，比如讲你无用即个过磷酸钙，根本过磷酸钙你若是有咧用农民菌。
啊，土壤内底吼还很多哦，迄磷嘛足侪，钙嘛足侪，只是讲钙即有效性，也有效性要怎去提升哦，所以咱通常就是讲啊，维持一个更加好诶，一个 pH 值诶 ，pH 的管理，即水分哦啊，拄着一寡即个天气较无好，伤寒、伤热、伤干、伤淡，咱表面搁加做一个即个补充啊，大概是咱会当去做的是安尼吼，所以即个缺钙的问题倒是毋免。啊、很担心啦，我感觉讲啊，土壤呐过好势吼，就无啥物款的这要紧。那至于这个磷吼，比如讲你更加唔免去烦恼吼，比如讲啊，我无下这个高磷酸钙啊，土卡足济吼，土卡要去足济磷吼，这拢固定掉咧吼，有时啊是讲啊无下吼，就觉得怪怪的吼。伫我的温室内底吼，较早阮啊咧做这个回归的时阵吼，较早这个。较早拍底吼，拢会用39瓦拍底，39瓦拍底。到尾啊吼，啊生气吼，即因为热人吼，即拍底足歹整的吼。啊，甚至呢，当连续三年拢无下底肥吼，干那即个肥底干那下有几只的肥料呢？有诶讲下只，无你嘛下只43，你无爱39瓦，无你嘛下只43，无连43嘛无下。完全就是因为土壳内底伤过好侪，完全就是这个啊，农林菌，还是讲一寡进前春的遐个吼，遐个菌肥，遐啥物有诶无诶，拢家倒倒落吼，汤啊洗洗哦，清洗捞捞落温室内底啊，去甲浸浸诶，尤其肥入去泡泡诶，胖胖诶吼，大概是拢安尼尔。连续三年五年吼、哦，这应该有超过五年啦吼、哦，因为风太太去。大概是五年都无去下这个，五年没有一点点迄个基肥内底拢无拍磷，没有关系啊。小黄瓜对磷其实需求量很高，但是你只要农林菌在用的时阵，伊磷是这个有效性的这个问题，土壤内底永远袂缺。到目前为止，咱也毋捌看到迄种啊，又除非你即地30冬拢无种植啊，吼，还是讲连续30年。拢种牧草啊，拢无去家落肥，拢无创啥。但是你若准讲牧草有这个啊，有一个自然的这循环，这嘛是无啥物款的问题。所以磷更加唔是这个问题，哦，磷不会是问题。有诶讲爱甲下一挂，下一挂你细长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栽啊，你拄刷栽了时阵，你家补一束啦，这个有得过啊，吼，这个。啊，4镁8钙，吼、哦、啊，给它一点点，伊也是速效性吼、哦、有启动，啊，过来咱用这个溶磷菌，啊，也有效性有法度提升，根本无这个啊就没有磷的这个问题啦，吼、哦，所以这应该是免过多的这担心哈、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一寡咱仔啊，第三问的有关一些仔啊，那是烤起来你要做消毒吼、哦，这其实。一定爱好有一个，唔是讲去甲拄过啊，像一定爱好伊了解打伤的一个时间吼，因为做消毒当然是最重要的，讲、就、迄、是、个空嘴较袂，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讲植物的一个自我修复最要紧的吼，有一个环境，还有一个时间吼，自我修复吼，就讲伊迄个伊会产生愈伤组织啦，是虾米款吼，所以就是讲卖好伊去接触的这个水啊，好伊了啊口风吼，这。应该是更加要紧啦，吼，所以大概是安尼。啊，但是有时啊，咱真侪拢讲啊，迄冷气吼，其实根本不用，若无水分，若无燃料伤过头去吼，一般来讲是唔免过多的这担心安尼啦，吼，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吼，所以这应该是无啥要紧较对啦，吼，这当可能就以好朋友吼，小做这了解哈。来6338601。6338601，这是现场扣印专线，欢迎咱乡亲吼多加利用。老师先来看一下许涛，请教你的问题是有关一种红菜头，伫红菜头伊个栽种，包括肥料管理。伊本身呢，这土壤是沙质的，所以每一届即种呢，拢是较细条，无讲介大条。所以要安怎种这红菜头，才会吼较大条小块。这个首先啦吼，首先就是讲第一题，你先去知影到吼，先知影讲你种的这个品种吼，这品种其实是相当的这个重要吼。那么，比如讲伊有诶，就较大颗诶吼，比如讲伊诶直径就比较粗的，有的就比较稍微小一点点诶吼，所以。
这种在咱台湾可能目前吼，咱咧种的地位像即马可能迄种子嘛，咱较少摕到吼，这种板田七寸吼，啊，也较有一寡较适合咱，其实迄个品种真的很不错吼，啊，但是伫台湾因为这大量吼，这完全锁掉咧吼，所以这物件咧。啊，咧种吼会有一点点吼、哦、这些问题啦吼、哦。那么伫即个家要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讲，其实咧种即个洋菜头吼、哦，这上介重要吼、哦，最重要的即个有咧啊，伊就是讲爱选择适合的一个即个品种吼、哦，你品种先处理好对吼、哦、啊。然后适合咱迄个所在来种吼，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讲啊，伊伫即个落种的即个时间啦吼，因为迄种子的即个发芽吼，伊胡萝卜是比较凉一点点嘛，即个作物吼，所以通常啊，伤过好热吼，你伊就较歹来解，伊即发芽会困难吼，尤其若超过35度以上，基本上伊就真歹出芽吼，所以伊的生长当然无介好啦吼。所以迄个温度最重要吼，这温度，所以咱通常伫台湾，咱种人参吼，种红菜头啊，是啥物时阵咧种吼，拢一定是啊，即、這个差不多伫十月嘛吼，九月、十月吼，这差不多伫迄个时间吼，啊，你啊较冷凉小块吼，咱啊，迄阵时阵较会来改这栽培，因为迄阵较适合吼，较适合咱台湾的一个。啊，这种的这温度吼，所以变讲像伫台湾就是较沙地嘛吼，较沙地像即个将军客家这只家吼，即嘛相当的这出名吼。啊，咱伫中部这只家凤苑呐吼，啊，也是讲包括像即、这个较海边啊大城吼，这边只新港吼，只拢有啦吼，特别是凤苑。那么中部这个红菜头啊，通常是啊，先就是伊唔是要洗起来冰的吼，啊，咱南部这家家种的将军客家这部分所种的这红菜头啊呢，啊，多数拢是就是讲有这个伊的啊，要储存为主啦吼，就是讲伊先销嘛是有，但是最主要吼、啊、还是要储存啦吼，就是讲要放伫这个啊冰起来慢慢啊卖吼，这大概，啊，所以因咧所选的这个品种。啊，有时候呢，啊，这有当时啊，就较无同款哦。比如讲像啊，你种的那是这个黑田五寸吼、哦，这黑田五寸这种的一个品种，这种品种伊就较先销的一个，一种就较袂坑的吼、哦。这有无同款的一个，啊，那总共有的是较耐热吼，较耐冰吼，伊、哦、会较适合去储去落冰的吼、哦。啊，所以迄品种就爱啊选择好势吼、哦。所以简单来讲是安尼吼。哦那么，这个种红菜头吼，要种会讲的大条啊，是虾米款吼？上介简单的一个这个所在啦吼，反正呢，啊，我个人认为吼，上重要的所在就是肩膀吼。都是讲诶，讲啊，这已经到真热啊吼，即个啊环境啦，虾米吼，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对吧？这个温度啦，品种啦，吼。那么包括你等一直咧讲的温度、品种吼，这拢讲好势哈。啊，土地吼，比如讲爱较地较沙地一个这所在，啊，这拢讲好势啊，这拢无问题啊。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好，啊，因为伊拢无问题啊。啊，过来吼，过来呢，上重要的伫园林的一个管理啦吼，田间的一个管理吼，比如讲啊，伊需要吼，这点落了差不多4-5片叶啊，这所在呢。啊，你一般来讲吼，一般来讲也是差不多伊都4-5片叶啊，这只只啦吼。这个时间吼，差不多伫你点落了吼，伊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吼。那么这个时间点吼，你就爱开始做剪拔吼。这通常点你爱甲伊呐，有诶点了，因为即马真侪是拢像。就大了有一种是用锁啊嘛吼，就是讲伊啊，伊甲一个这个锁啊，啊，甲伊系呢钢带内底，啊，迄一条锁啊扭起，啊，甲伊藏落，啊，土甲盖起来，吼、哦，这嘛是一种方法。啊，伊起来都唔免剪拔嘛吼，一粒一粒。啊，有一种是自动播种的吼，伊甲练吼，迄、哦、机器去甲练。啊，练过即有当时啊，伊因为红菜头啊，一个这个经济通常必须要经过。
啊，经过包衣甲原理化吼，因为伊个形弯弯翘翘吼，啊，所以你若用压用垫的吼，通常的啊，伊的牙较袂遐嚼，啊，即马至今贵，所以通常去改原理化。原理化意思是讲改做哦，大粒拢变大粒，因为即、這个红菜头啊吼，即通常是即个三角六茎嘛吼，伊迄种籽吼，伊毋是圆的。啊，所以你必须要改做做好圆圆吼，一粒呢，像咧蛇粉圆安尼，啊，甲蛇好一粒圆。啊，即卖伊用迄机器吼，拢变大粒，变大粒，爱咧练练练练，啊，伊咧练过了，啊，迄播种起来，伊咧着足嚼的，着免许，吼，迄距离着较准确。所以一般来讲，一丛差不多丛甲丛的中间着是十公分吼。所以，比如讲你家己咧栽培的时阵，啊，真侪拢是唔敢靠啦吼。比如讲你迄所在足低顶土。顶头就袂大，这就免讲吼，这个都不用玩吼。那么你若是讲较沙地吼，较沙地这无问题吼，就是讲啊，你就是这个剪拔爱做好势吼，迄、那个时间该啊，到四五片叶啊，迄个所在该该丢丢的吼。你若看伤疤嘞，啊，你就该啊，这个一捆老一丛吼，这有诶感觉是讲这丛怪怪的，该抠掉吼，安尼起来卖互伤疤哦。这伊袂大吼，含伊点伤疤有足大一个，这关系咧客客做伙，这就无啥个哦。那么搁一个就是讲，伫这个红菜头啊，伊袂大吼，伊通常就是啊，肥水肥水吼，那其实水比肥较重要啦吼。所以通常伊必须要呢啊，伫要开始吼，并讲伊。啊，两三片叶啊，垫开吼，啊，你爱喷水吼，喷落安尼淡淡淡淡，爱有一个啊，有一安尼淡湿淡湿吼，这个中间通常是相当的这个重要，而且红菜头足惊伤过头大吼，啊，但是呢，较惊堵水啦吼，就是讲你采收进程，咱通常是爱啊，要啊注意这个水分吼，这一定爱注意，而且细长啊，尤其你要收栽啊，进前的这个伊若无发起来吼，迄阵啊，影响产量的相当的一个这大吼，啊，搁一个就是讲差不多到点内了开始出哦，因通常咧出的时阵，伊会喷一遍水吼，啊，因一般咧讲的就是讲惊水吼，开始走水，开始走水就开始算这个啊，算红菜头吼，什么时阵要安怎管理吼，通常因拢是安尼吼。那么伊通常就是讲，为开始造水吼，即、哦這个五十天到七十天内底吼，即、哦這个时阵啦吼，伊、哦、一般来讲需要来改做一个即、這个啊，做一个即个背土吼，即、哦、因为你红菜头啊，若吐出来伫即个土下边吼，伊、哦、通常会安怎吼，伊、哦、会即个翻车嘛吼、哦，所以你一定爱改。啊，甲伊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吼，所以这通常伊安尼较会大，所以一般来讲，这个背土差不多要背两摆，吼，两遍，吼，啊，这背土有另外一个意义啦，吼，当然就是讲伊的品质较好，搁一个足重要，这个所在就是讲伊安尼背土了，吼，较唔免处理这个草的这个问题啦，吼，这大概是啊，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吼。那么通常咱咧种即个真侪人讲爱落虾米肥吼，水性管理又好吼，啊这长这无问题啊，春咧过来吼，咧落肥就较简单啦吼，因为这啊伊咧落肥咧，唔是讲真复杂吼，这通常啊咱咧用诶吼，就讲伊多数就是即、這个啊，是毋是头啊伊发出来了，造水五十天，是毋是第一遍诶一个即、這个吼？啊，咱通常就是讲，迄边爱啊爱顺刷落肥吼，啊肥底一定爱拍吼，因为这伊细长，伊就是靠这个。啊，因为你迄较沙地啦吼，较沙地你可能就是肥爱加啊爱加一遍吼，爱加一遍吼，这大概是安尼一个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啦吼。那么就是讲，伊迄个落肥的时间通常就是配合吼，配合着伊啊安怎来改伊吼，并讲咱。即、这个造水的一个即、这个时间，吼、啊，你个镜头迄个时阵吼，啊，比如讲你镜头啊，得配合即、这个啊，配合落肥吼，所以大概是啊，所以镜头是咱五十造水，就是啊，出芽了吼、啊，第一遍造水迄个时阵，过来五十天吼，即、啊、通常得爱啊，一遍肥吼，即、啊、通常是安尼吼。那么过来呢，到多数伊即个肥差不多伫即内底，就差不多落两遍吼，即、啊。讲伫细长这个时阵，你得爱落两摆吼，差不多伫迄个时间吼、哦。啊，这个肥较无遐尼啊
啊，伊个落肥个即个吼呢，较无遐复杂吼，啊，但是就是迄个时间点吼，啊，你一定爱稍来甲伊即个注意者吼，就是讲啊，配合即款个一个即个管理吼啊，一般即个因个落肥较凊彩啦吼，拢是伫啊，通常吼，若无啥物意外，拢是啊，即个有较悬小块即款个一个即个。啊，因为你初期爱予伊小予伊大起来，所以淡素吼、哦、会稍微啊高了一点点吼、哦，所以通常伊呢用一盒啊，吼、哦、一盒啊，所以讲伊拍底的时阵吼、哦，啊拍底有个人会用，有个人习惯用五盒啊，有个人习惯用即个四十三啊，这无一定啦吼、哦。那么大概是即、這个即种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这方式啦吼、哦，所以啊你稍知影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啊这。啊、过来就是讲，因为咱伫即个栽培内底吼，伊通常是啊，你也知影伊即个本叶啊，那是展开即个时阵吼，两三叶即只只吼，即水分那是供应无够，迄杂迄都袂水啊吼，迄、那个时阵伊就大无起来，伊后壁吼、哦、要大就足困难的吼，所以真侪人会讲啊，我一定爱啊，我一定爱用即个什么肥还是什么款吼？你头前水呐管理无好势，你后边呢其实啊都比较麻烦吼、哦。所以通常就是讲初期迄个时阵啊，咱可能就是水分吼、哦、啊，即、這个伫头边吼，即、哦、那么会当伫即个有差不多落一盒啊吼，即、哦、那是啊有开始咧造水的时阵，你就会当先落一遍吼，至两遍，你会当加落一遍吼、哦，比如讲你落较薄咧吼。哦那么一分地，你就是控制呢，伫即个一包内底吼。那么落了吼，差不多伫到尾期迄只遐上尾边咧净土的时阵吼，你会当甲落一遍四合啊，吼，你得落一遍即个四合啊，呢吼，即多数因是啊，因咧落肥是差不多两遍至三遍，较食力的三遍啊，一般来讲拢头两遍尔吼，所以因有诶得嘛无咧落四合啊吼，啊，因为你那是。啊，做鲜食的啦，比如讲你做，你唔是要切葱的这种红菜头啊，吼嘛，不一定。你控制好势，其实也倒是还好吼。当然，这种那较沙地，因为种红菜头本来就拢爱较沙地啊，吼，所以大家人咧种呢，都也是吼，拢嘛是这个沙地啦，吼，所以啊，这款呢，这个情形吼，这可能会当予咱听众朋友呢，稍知影者吼，所以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这款呢，即道理啦吼，所以啊，水分吼，尤其初期的迄、那个水分的即管理呢，实际上伊是上介重要的啦吼。简单来讲是安尼吼。那么你若是讲倒是真侪拢会去啊，知影讲要哪落肥吼，还是啥物款吼？当然，水分若是控制了无好势吼，水分若是控制了无好势啊，你后边即个中间吼，你落啥物肥呢？其实。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哈、哦，所以初期哈，是两三片叶啊，迄个时阵啊，水分的这个管理、适当肥料的这个使用哈，这确实一个真重要的这个所在啦哈、哦，所以啊，这方面呢，当和你小做一这参考哈、哦，这大概是咱啊，伫这个栽培管理内底哈，这款的这情形伫咧哈，所以这和你啊。就是反正呢，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啦，哈、哦。所以同乡是安尼一个管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伫咱咧种这个洋菜头啊，有可能啊，爱注意这个吼、哦，是不是你啊？有当时啊，这个那无水旱田轮作吼，有、哦、可能较容易呢啊，有一挂这个问题吼、哦。什么款的这个问题吼、哦？就讲、是。比较可能是这个，伊就是讲，去叫做线虫吼，这个根瘤线虫吼，根瘤线虫。那么，伫咱咧种的时阵，然后就是讲，这个根瘤线虫吼，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啦吼，你一定爱啊，先甲伊这个伫伊拍底的时阵吼，有的人就开始会去下啊嘛吼，下一挂这种啊，这个线虫药啊吼，这个也是很要紧。所以你一定要啊，稍注意一下吼，因为这种，因为你若去予伊钓线虫了吼，伊就变变人啊啦吼，伊个大概呢啊，伊个长呢啊，大袂好势啊，伊个吼，即弯弯翘翘吼，甚至呢啊，伊个畸形吼，即英雄三雄相当的姐姐多，所以咱通常就是丁基加保护的姐姐劣质吼，啊是许即拢会提来做拍底吼，即拢是真啊真正常的一个即个所在吼，所以。
都是讲的哈，就是讲啊，拍背底哈，拍背底哈，你也当用四十三哈，这通常就是讲啊，一分地哈，一分地，你咧用的一个量，拍底你也当做一包啦哈，黑较重刷地，啊，过来就是讲出出来了哈，这走水哈，开始两三片叶啊遐哩。啊，迄阵迄个水分吼、哦、开始出出来吼、哦，你开始咧电，你水分得得，哎呦，所以通常走水了出个，那是许差不多伫即个两三天，许头十五天至许内底吼，你大概落一遍肥，吼、哦、啊，即边你会当落一盒啊，是五盒啊，拢不要紧吼、哦，啊，然后呢，佮过十五天也佮落一遍。啊，头遍会落较薄吼、哦，比如讲一分地半包，啊，过来伊会差不多半包较低。哦，这通常是安尼。啊，过来就是伊即马是毋是啊？出个十五天对不？啊，过十五天哦，安尼是毋是三十天啊？然后过差不多过十五天至二十天，就是讲差不多买遍哦，伊会去甲看情形啦，做行长，伊会去甲落一束啊四盒啊，啊那无呢？啊，伊共款是五盒啊、哦，但一般农民是拢习惯落五盒啊。啊，但是这拢会配合即、这个啊，比如讲要净土啊是安怎吼、哦？这其中有两遍呢。伊会配合这个镜头的，讲伊落三遍肥吼，啊，其实是两遍就要啦吼。那么正常来讲，就是讲为种类出个到这个落肥落沙吼，就是差不多是这个六十天啦吼，六十天至七十天吼，一般通常是因为控制伫差六十天左右吼。那么差不多就无啥物款的这个问题啊，安尼啦吼，所以大概是。啊，不啊，所知影着吼，啊，搁一个就是讲有一个足重要，这个所在咱家己咧种吼，那是沙地吼，伊通常就是爱有够沙啦吼，因为那是无够沙，伊就顶袂起哩吼，所以有话讲啊，我无啊多啊，无我着甲固做较悬嘞，吼，伊即卖伊你无啊多芳足深的嘛，啊无啊多芳足深的，伊会虽然沙地，但是伊若较顶底，所以伊会做固吼，这沟会犁较深，吼啊犁较深伊。啊，伊个地较松，伊就会当呢，较来甲伊许吼，即、這个啊，砍会好势安尼吼，所以即通常伫即部分呢，当啊小做者即了解着吼、哦，所以简单来讲是即款的一个情形吼、哦，所以第一吼、哦、品种，吼、哦、品种一定爱选落对，过来就是你种的即个时间吼、哦，你莫伤过头。啊，伤早种无效，吼、哦，是时间，吼、哦，这时间。那么过来就是土壤，吼、哦，土壤呢，就是爱沙地，吼、哦，沙地那是许呢，啊，你爱控制好势，无得爱肥灌过。然后过来就是水分，吼、哦，这红菜头的这个根呢，吼、哦，伊水分呢相当的这条，有人讲，足侪人会甲你讲伊种耐旱的，吼、哦，这红菜头种耐旱，耐旱是后边，哦，后边已经。根拢成长啊，已经拢有正常，拢开始许吼啊，肥啦，拢落了，得要采收啊。迄阵你要下落较大，迄阵开始下落较大，所以一定爱有一个适当的这個水分吼、哦。所以所有的这个管理内底水分上介重要吼，上、哦、介重要哈、哦。那么伊这红菜头啊是收伊的这个根吼、哦，所以呢真济啊肥啦落伤济啊是虾米款吼，这通常呢啊其实对伊的这个就是无通讲介好安尼啦吼、哦，所以这伫只来当互咱听众朋友呢。啊，小注意者哈，这大概和你小做者这了解哈、哦，这个物件呢，啊，其实伊足容易做一个这个大面积的这生产哈、哦，所以基本上你若写当安尼来个这操作，那么相信伊的这个啊，应该都会很不错了哈、哦，这当然好朋友小做者参考啊、哦，嗯，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零一，这是咱现场扣印专线，欢迎咱乡亲吼多加利用哦。老师来，再来看雅哥的问题吼，雅哥讲伊的仔啊，伊这仔啊，干咪是小黄瓜，是不是小黄瓜？因为伊讲伊有冠伊得利哦，啊，但是呢，看起来个唔是脆倒变吼、啊，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来，好，这个首先哈，先啊，有当时啊，一寡这个你讲唔是触导病哈、哦，然后是啊，是虾米款的这个物件哈，这看起来唔是这款，啊，你有灌过这个伊得利哈，啊，但是
伊即个贵个就是足成个啊吼，反正唔是讲药啊灌落就袂对啦吼，听众朋友一定爱知影一个吼。这种呢，这个还是要小心吼、哦。当时啊，伊得力咧管吼、哦，但是啊，伊个规章嘛是会冷气吼，所以为什么会冷气吼？你应该该背开看买下者吼，并讲这看起来有当时啊是一个病伤冷还是安怎？这个也是有可能吼、哦，但是这个看起来呢。看起来真的比较不像，但是以上下卡这张来讲呢，其实好像也是啦哈。比如讲，你灌这个伊得利，灌伊得利是防止这个疫病哈，但是一般咱有当时啊，就是会去加用什么物件，比如讲知啊要种的时阵吼，为什么要用这佛比巴克哦？就讲伊对这个疫病对这个像瑞克托尼亚吼，这根腐病所引起的一个这个。这种这个病害呢，有较好的一个这个抗性安尼啦吼，所以目前根据这个相片来看起来吼，这个照片呢给它看起来呢，这个我觉得吼，还是因为在爱时阵吼，大概咱会拄到的吼，就是疫病哦，第一就是这个。这个湿度呐，悬得的下啊，然后这滴尤其滴回归吼，啥物规长拢会掉掉滴，长的这所在小花会了啊，小花缩缩吼，啊然后叶啊碎碎也连累吼，啊根的安尼小花水水吼，这种的一个，啊那滴根明显就看到根水水吼，水水就是通叫疼掉这种吼，这通常是这个疫病。那疫病咱通常就是伊得利啦、麦达勒啦、达美芬啦、亚托敏啦、普巴克啦，吼啊这亚磷酸氢氧化钾吼，这类的物件咱通常是防止掉这个疫病。那么一般来讲，就是讲热变寒，寒变热，迄个时阵正经啊较凉的时阵，无一定会去掉这款的一个。那么佫有一种，就是咱咧讲的一个，这个促导病吼，这鸡鸭类的，这伫仔啊时阵吼，这通常你仔啊较大长就袂啊啦吼，伊迄个掉掉的时阵，伊个组织会小垮吼，这个小垮连连爱着啊，咧打打缩缩，你无看到叫滚水烫着，但是会小垮。较细肌啦吼，这通常是有这款呢，这情形，但是这看不出来吼。那你讲的讲看未出来是像这种这个这个利夫病吼，因为咱咧讲的这利夫病就是促导病吼，伊通常也常常的怎倒去安尼吼，跟咱通常有一个伫英文内底这个名通常叫做 damping off 吼 ，damping off 吼，这汹涌的怎倒落安尼，所以叫做促导病，还是讲这个利夫病啊？利夫病咱通常会去用这个这通常是一个这个排泄吼，还是讲是叫做 tonia 吼，这类的一个根腐病吼，这类的一个去感染掉吼，所以咱会当你会当配合掉这个吼，比如讲像社长你甲灌一点啊，这个沙文宁吼。那么或许呢，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的哈，嘛是这个应该是这种促导病的这问题会比较大，因为看起来不是疫病啊，疫病你有灌这个伊得利应该会好一点点哦，所以有可能的哈，所以这个看起来无啥型，但是我觉得也很难呐哈，因为你讲没安怎去有没有很典型，但是呢这个筋的这部分甲看起来，这确实是含。有当时啊，还是要搁做一遍的这个处理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是不是你会当加蓝这个辅酶灵吼，还是讲辅多宁吼，还是讲用这个这个沙文宁吼，这类的你加蓝吼，蓝呢小加灌一下安尼吼，就当时啊。伫咱细长的时阵还是会吼，啊，这小个加咧用吼去看吼，基本上应该是这一类这个病害也较这个这类的这病害也较侪啦吼，所以我还是认为有可能是这个促导病吼，虽然看起来无啥型，无足典型的吼，但是实在是想袂起来讲回归阁有啥物情形，因为细长的时阵吼，大概是这两种啊，有诶讲。淋巴菌哇，迄那是有淋巴菌，迄个倒啊吼。一般来讲，淋巴菌引起的一个这个微调病吼，细长不太容易啦吼。这通常伊会互你见机死啦吼，就讲伊到这个较大长的时阵吼，伊就这是咱上常去看到，伊会较迄个用倒起来，这见机死吼，一种情形。够一种吼，唔是讲这个淋巴菌引起的，唔是讲干的。有当时啊，细长啊，都发芽吼，都出来的时阵，伊就
啊，这个幼苗触导的这个情形哈，啊，这种毛可能是这个镰孢菌来改这个引起哈。那么这一般来讲，就是讲低温的时阵，就较容易产生哦。所以，这是咱上无愿意去看到的这情形，就是讲，你若有看到伊去有滚水烫到水水，啊，这咱会当去判断这叶病吼。还是讲你看到一个所在打打缩缩，咱咧讲的这缩头，这个就是触导病吼。这咱得用这个啊，扑灭灵、胡多灵吼，还是沙文灵吼，这类的这来改这做防治。啊，搁一种是咱上惊的吼，就是讲无药啊通好用吼。啊，伫早啊时阵爱看起来，啊伊嘛是嘛会倒落吼，啊会安尼连落吼，就是你出现的这种的一个情形吼，讲奇怪嘛，无生也病啊，无生这个啊，这个利枯病、触导病安尼吼，啊这又是啥物款的这个情形吼？这伫啊，通常那是伫寒人的时阵，咱得较凉的这种温度吼，通常啊，不也得去甲怀疑讲是毋是，就是这个镰孢菌来改这个。啊，这个引起的一个吼，尤其你土壤呐是这打氮变化比较较大的时阵，啊，伊伫较酸性的这土壤内底吼，啊，这土壤打氮变化较沙地，啊，咱种瓜啊，做者这个经营的较容易吼，有这款的一个啊，这个现象啦吼，所以这啊比较担心，啊，你这里啊个有一点啊黄叶，所以看起来吼。比较担心就是这个啊，这个微雕病、镰孢菌引起的这微雕病啊，这种物件，所以为什么咱伫细长，咱会去甲用这种啊，这个蕈状芽孢杆菌哈、哦，这啊、这目的吼、哦，最主要咱就是希望讲伫细长的时阵呢啊，唔通遐歹运吼，所以呢，咱先改注解啊，这个预防虾吼、哦，用这蕈状芽孢杆菌啊，要预防的就是这个镰孢菌哈、哦，所以。有这几种的这情形啦吼啊，所以其实伫第二章这章呢，我还是会倾向吼、哦，倾向于有可能吼、哦，有可能呢啊，就是这个啊，这排泄这种所引起的一个这种啊，这利枯病吼、哦，还是讲这触导病安尼吼，这虽然无啥型，无足典型的吼、哦，但是啊、所以你可能是那是。我也建议啦吼，是不是蕈状芽孢杆菌吼，还是要去处理吼？这细长你得爱处理吼，啊，尽量的挡风，因为这股那是会掉，后盖拢会掉哦。啊，所以你先甲灌者，用这蕈状芽孢杆菌做伙来甲灌啊，应该是有一个比较较好的一个预防的这效果吼、哦。所以大概是安尼处理的这方式，比如讲你已经有灌过伊得利啊，这时阵。啊，小灌者，你会当改灌这个扑灭灵、扑多灵，还是沙文灵吼、哦，这种的这个药啊，啊，然后配合什么物件吼，配合这个蕈状芽孢杆菌啊，较紧搁甲灌一届吼，试、哦、看嘛，因为你有灌过疫病的这药啊，啊，你当用一撮亚脱敏吼，改过掉嘞吼、哦，啊，安尼来用来处理吼、哦，啊的啊，因为有时啊吼很难去判断对吧吼，伫咱两年当判断较对的时阵，已经规区的拢差不多得了，所以咱会去。只好啦吼，这有时啊也是不得已的当中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就是讲咱会去甲伊啊，这个简单来讲吼、哦，简单来讲就是讲去甲伊用一个这个散弹打麻雀哈、哦、啊，但是咱咧分析过吼、哦，这其实该做的这个预防嘛是爱做吼、哦，所以蕈状芽孢杆菌吼、哦、应该是不啊建议你这站内当来用的一个这个吼、哦、这个。更重要哈，要去使用哈，或者提供给你小做参考哈。来，继续过来看哈，其他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既然刚刚司仪灵有提醒宝妹，所以现在呢，宝妹也要稍微做一下小小的广告。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在这 YT。哦，有点选单新农公播电台阿宝老师呢讲解的一些相关问题，麻烦你呢就把。所有的广告通通呢从头到尾，就是说你不要略过广告给听了，这样子呢就会有一些呢不错的效益、哦、这样慢了是还有呢他还会推荐给你。其实有时候我想想、哦、那个电脑真的是很厉害，你常常在看什么频道呢，它就会跑出来给你，真的它就会，你在搜寻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给你、啊、大概就是这个用意。啊，咱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我们神农广播电台那阿宝老师回答的一些讲解问题有兴趣的话，你买单哈、哦、点选一下给我们订阅者。有新的呢，我们一样呢会有最新的哈、哦、相关资讯传送给你。好啦，来，以上广告哈、哦、稍微讲一下。老师再来看一下哈、哦、
这个许晨哈，许晨，因为你那一天有讲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可是张啦哈，应该是讲张，哎，可能呢，马回复了他去这个农业局的一些状况。那老师，你是不是利用一点点时间，再稍微帮他说明一下好了？这目前是安尼啦吼，就是讲。真济即个药啊，吼，即个药啊呢，啊，有时啊，咱伫即种咧操作的即个当中，吼，那么会有这样的一寡即个问题啦，吼，什么款的即个问题，就是讲啊，我们会去用到非推荐用药的即个情形啦，吼，所以，即个当时啊，吼，大概我们。遇到的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通常咱遇到的是安尼吼。那么，够一个就是这个混合用药的这个情形吼，比如讲这种混合用药吼，混合用药内底吼，混合用药内底呢有一个就是比如讲像这个芬布克满，你这是两种药啊，吼，两种药啊去混合吼，咱真济是这款的这情形吼，就是讲是不是伊伫这个有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吼用药吼，比如讲伊伫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底吼，这物件呢的真容易吼，但是这个芬布克满是两种药啊去混合，啊两种药啊去混合的时阵，啊我是不是会当用这个分开的这个药啊？吼，比如讲我用这个芬布四，吼、哦、啊这是这个因为伊是混合的嘛，所以我是不是会当用这个沙满剂啊？这个物件啊，因为这两种药啊去混合，啊照讲是。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子去用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虽然这物件就是讲反正吼，这因为一般来讲，这通常是咱在用的时阵吼，你可以跟他解释吼，这其实我的看法吼，不是讲我咧替农友点讲同款吼，这我觉得应该分布式，我的认知吼，唔知影对唔对，这大家讨论，并讲伊分布式是无登记，但是伫迄个内底吼，比如讲伫分布克满吼，即、這个伊可能大克满佮含迄个分布式去恐吓嘛吼，即两种药啊，即个去染色会啊，染色会时阵伊的理论上来讲，我用其中一种拢会使嘛，既然有登记啊，所以你讲伊我觉得这个倒是我比较没办法去了解的吼，就是讲是不是为什么伊袂使用安尼吼？并讲伊会当用这个伊内底有这个分布式嘛，还有这个大克满嘛，吼、哦、啊，所以你会当去解水吼、哦，所以反而要去解释诶，不是拢有点一种，因为他的看法我觉得是一样吼。哦你若问我，我的看法嘛是含这个农药行吼。虽然讲有时候我们会很生气吼，但是我看起来我的看法其实是跟他一样，就是讲，既然有推荐这个分布克满，就是分布式加大克满，吼，这种药啊是安尼。所以你验出来的时阵又验到这个分布式吼，所以有当时啊伫这种的这判读内底吼，这是不是？会当小药吼，所以基本上吼，基本上是这款的一个道理啦吼，所以也不啊是要甲你表达的是安尼吼，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物件呢是可以的啦吼，但是伊这个这种有，比如讲有一个几种的一个药啊吼，假设伊那是有推荐吼。当然就会当用啊，但是这个目前吼，伊伫这个许呢，大概107年有一个禁用农药内底吼，这是不是有一个大克满分布式吼，等等的吼，有高种的一个这个农药，就是讲为民国107年吼，这个8月1号开始吼，伊的。禁止制造、加工、分装、输入、输出、贩卖及使用，107年八月，吼、哦，
这有这款吼。啊，如果吼，假设拢即马拄只咱讲到是两种代志嘛吼，就是讲这个物件是已经，就是讲咱甲查起来，假设推荐，咱即马先甲这个问题厘清啦吼，比如讲。啊，伊也是伫即个推荐用药内底，吼、哦，推荐用药内底呢，啊，假设吼、哦，比如讲伊推荐是，咱即马先讲好势，就讲伊推荐即个分布克满，就是分布式加即个大克满嘛，吼、哦，即种诶一个即药啊，吼、哦。那么即种诶一个即药啊呢，是伫啊菜刀、面刀，吼、哦，即、就是、满类用药植物保护手册，吼、哦，即、這個、网络版啊，不好去甲查出来，吼、哦。网络版内底一个100-6年5月，伊会当用这种的一个这个药啊，对吧？咱先把这日期记好清楚，100-6年5月。所以你若是去验出来有验到这个分布式，有验到这个大克满啊，这个呢当然就没有关系嘛，吼、哦。但是，即马问题来啊，吼、哦，即马问题来啊，这个物件伫啊伫107年的这个8月1号期的禁止使用哈、哦，这啊、禁止的这个输入哈、哦，然后啊、这个制造、加工、分装、输入、输出、贩卖及使用啊，但是拄只咱看到这份资料是107年的时阵，是不是要个是推荐用药？但是107年的时阵，吼、哦，107年的时阵呢，啊，已经都袂使用啊，八种药啊嘛，吼、哦，就是讲这个大克满、分布克满，吼、哦，啊，灭门，吼、哦，这个啊，甲基砷酸钙，吼、哦，这个铁甲砷酸胺，吼、哦，这个奥替醉这类的，吼、哦，啊，荷尔邦，吼、哦，这类、個、啊，什么款，吼、哦，这個、大概呢有几种的这个药啊呢，拢袂使用，啊，这是伫107年卡公布的哈、哦，啊，但是农药行啊，卖这个给你哈、哦，卖给你这个哈、哦，那这个就是不对的啊、哦，这个物件是因为唔对的，就是讲啊，以理论上来讲，这个物件已经袂使贩卖啊嘛，它不能卖了嘛，对不对？但是它卖给你，好、哦、啊，这就是伊的唔对。但是107年，甲即马已经是110年啊，好、哦，所以已经较侪冬啊，所以这物件是不是已经是过期去啊？哦、所以如果你若是有购买记录、哦、你摕这个物件去甲伊去甲冻一下吼，啊，就一下就掉清啊，哦，一下就掉清啊。因为照讲，伊107年开始，政府的规定就是107年就不能贩卖，然后他再贩卖给你、哦、所以你是无知的第三者。但是你若无法度证明是伊摕予你的，那么我们就自己要去承担，在法律上咱得要去承担，因为这是禁用农药，吼、哦。田中兵一定爱了解这个啊，这个时间啊，有当时啊，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吼，随时都在改变哈、哦。那么所以呢，有时啊，咱得真歹去很难去面对哈、哦。所以有时要想话不啊啊，一寡这个用药的这部分呢，都会特别小心哈、哦。这个原因就是伫这个所在哈、哦，有机会。咱过来改一个讨论哈。好，来时间上的关系，咱两点钟的节目，我先暂时进到这。收音机边的听众，若是还有疑问，有一个无清楚、无了解的代志，一样，明天见，拜拜。